大家好，我走到那古海，今天带大家来看看广东省茂名地区的茂南区的一个吴氏的开竹坟，这个地名科型叫燕子坟。今天带大家来这里看看这里的风水和地理环境。好，大家看见我们镜头一起去欣赏。首先我们看看这个明堂和埋案台，我们在案台上面往左边看一下，再看一下右边，我们看看这个风水宝地的外形和左右的护月煞。燕子坟属于淡沙的地质，为平阳丘陵地脉，都从东南方以至过脉，蓄地矮而散漫，但泽泽欢回，开藏报户，穿田播撒，草蛇飞线，血腥开窝，左右两残翼回报，回环有情，沙须斜眼，清细鼻针，向上木性黄暗，在木石前看像峨眉，细看又像微微起波的浪形，形成连体三排暗山，龙蛇星顶回望，破处龟尾好像燕子的尾巴，在燕尾后有灰色的土，俗称为燕屎。相传将燕屎拿回家里供奉，来年就可以添丁，因此常有妇女前来祈求，并取山上的燕屎回家供奉。我们推到外面去看一下这个风水宝地的整体外形。这个风水宝地是坐丁向魁，天未丑，庚寅来水，水出全害。我们继续推到外面去看一下，因为今天下雨，镜头里面有水汽，所以拍出的效果有点模模糊糊。我们在外面往白虎这边看一下，和你水中的模样依然不变的，再看一下青龙，满天迷人的星光，谁能走进你的心房，采下一朵莲，是那夜的芬芳，还是你的发香？我们飞回去看看这个血星，水星这边看一下，我们在后面往左边看一下，再看一下右边，我们飞过水星到前面去看一下。这就是这个风水宝地的基本情况。今天视频的分享这里，谢谢大家。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关注下走向上。